欢迎收看大龙市八华语新闻，我是谢真浩。有50年历史的一发咖啡是镇上老村民的主要咖啡供应商，仍然坚持采用传统咖啡生产方式，保留了海南咖啡的特色，让顾客能闻到最传统原汁原味的咖啡香。来看大龙市八小主播谢真浩的报道。走进住家式的一发咖啡厂，看似设备简单，但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烤炒和磨咖啡豆的机械一个也没少。老板抛开一切机器化的咖啡制作方式，从晒咖啡豆到磨粉耗时3个月，需要靠老道的经验才能炒出一流出味的咖啡粉。充满古早味的一发咖啡依据传统的方式保留海南咖啡的香味，许多游客闻到这股咖啡香就能感受到老板对咖啡的热爱与坚持。大龙市八小主播谢真浩采访报道。